上品上升三种人，首云慈心不杀，具诸戒行，盖戒为万行总督，而慈心不杀又为戒行先物，以此原发三心，何苦不敬哉？三心者，直心正念真如，明智诚心，显法深德，乐极一切功德，明身心，显般若德，弘誓无尽，明回向发愿心，显解脱德。戒义有三，摄律一戒，无恶不断，即成法身；摄善法戒，无善不满，即成般若；饶义有情戒，无生不度，即成解脱。慈义有三，生缘慈，不杀生，缘观一切众生，皆我父母兄弟六亲眷属也。法缘慈，不杀法，缘观一切地水是我先身，一切火风是我本体也。无缘慈，不扫我，缘观现前一念佛性，无所不变，十方三世有情无情，同一觉体，无二无别也。念念修此三慈，即净三聚，三聚戒净，三心即聚，上品上升无疑矣。又观行三心，能生上品凡圣同居净土，相似三心，生上品方便有余净土，分正三心，生上品十报庄严净土，究竟三心，生上品寂光净土。永嘉，谁无念，谁无生，若实无生无不生。金刚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，此之谓也。南无阿弥陀佛。